来外地参加朋友婚礼，没想到错把我和伴娘安排在一间房。你跟那个美玲是我俩闺蜜，闺大蜜，学同学，室友吗？对，我跟张玉玉，我俩室友，她是我下铺。挺巧的。那你咋提前1天就过来了呢？他就是好事嘛，就好容易嫁出去。好容易嫁出去了。那个刚才我给他发微信了，传他说一会儿再给你开一间。我自己开也行，其实也不是，就是也不差那180的。我也不知道这还有没有啊，这附近。你等。你熟吗？这附近？我们大学就在这儿嘛，大学就在这儿嘛，所以还行。但这边你晚上出去溜达，你注意点儿。我还第一次来这边，我也辛苦。你这咱家是？家是外地的。不方便透露。有水吗？屋里？进来没看见。要不然我叫我去吧，我去吧，你进我来吧。去买两行，瓶水。好。你这是，我有行李，我行李。可不，拎袋来对，行李也就剩一口了。那我去买个水啊。好。充电宝你用吗？你可以充一会儿。行，那你借我充会儿吧。我看你手机刚才没四啥百。电，啊。他说屋里边有，然后，那个，我这个充拿，电宝，那个我充会儿，我这个没电了，没电了。来外地参加朋友婚礼，错把我和伴娘安排在一间房，结果这小伙钻我心坎里了，我可喜欢了，还要整咋整啊？那你先坐，然后我先洗澡。不好吧？不方便吧？这有啥不好的呀？我洗澡你也看不着。不是，那这么的呢？那个，要不你要是实在想洗澡，我下去溜达溜达，正好买点东西啥的。买啥呀？啥也不缺。你缺啥，我让美玲给送呗。不，那个正好我想溜。你就坐吧，别那么多事了啊！我洗澡去了啊，等我。走啊！你们哎呀，不是我来了，你还走啥呀？不是哥们儿，我，哎呀，我就参加个婚礼，我真我没有，不是有啥有钱人啊？哎，不他妈水了呗？给我姐打电话让我过来一趟吧，说的。怎的了？咋了？那认识？认识，这不是美玲的弟弟吗？那他是，哎呀，他不说就给你俩安排一个屋了，那整的忙乱了，要我过来再重给他开一个，没事，不用了，我俩一个屋就行。不是，我一会儿那个再过个3-4个小时，我不就跟美玲化妆呢吗？别浪费钱了，我闺蜜钱不也是钱吗？快走了，好了，不用了，那走吧，不差的，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